轮的表演者腾哥。啥？这是个啥？英语，英语。What？ 我哎。How many words？ 告诉我们几个字儿。You know and know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贾玲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感人，感人。是否正音应是绿肥红瘦？小童说对了。红，牛，good。等一下，感人是哪个词儿？感人是单词本身，感人是问号，问号，感人。Number two, no money. 没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Glass. 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天哪！你这都能破解的话，咱俩就可以成立一个什么部门了？对，部门了。哎呀！10 years 3，君子报仇，时间不晚。10 years 3 men。three men。100 years 3 men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杨迪回答正确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抱歉了，破解了你们部门的密码。嘟嘟。对的，对的。换题。说成汉语了，换题。Five, six, 什么？人五人六啊？人五人六。人五人六。六个字。Five, six, 过五关斩六将。Five, six, 不然的话也是尴尬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这么，这么希望他多出点题。六个字。哇 Is good people. Baby. 娃娃宝宝赵氏孤儿啊。Is good man. 从地上捡了个好男人。好娃一生平安。哇 Good people. 人之初性本善。正确。Chicken. 鸡鸡腹鸡鸡。才子佳人队完胜啊！我们还完胜了。沈腾老师刚才演“人之初性本善”的时候，我觉得沈腾老师特别有文化。哇！人之初这个特别合适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就没有高座高语嘛啊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也是在地上，举起来就是要养他，那就这个其实是特别合适的。长知识，谢谢姜老师。
下一轮呢是用肢体语言来表述猜灯谜，比划的是腾哥、贾玲、剩下全员猜。那这样抢答，我们组岂不是我们就两个人不占便宜，人少了？小宋帮忙吧，小宋今天的名头特别好，我叫宋好运，宋好运哦，可以，快帮忙一起猜。五个字。哎呦，那这个我可在演前面的了。我知道，你看我在演什么？你看我在演什么？胸口碎大石。胸口碎大石，真的吗？砸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正确。哇塞！是什么？四个字。嗯。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哈，只此青绿。哎呦，哇，谁啊？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哇，刘涛会不会是我刚才那两步学的还挺像？像青绿妖是吧？我以为是什么看门的大石墩往前挪，我以为是什么天崩地裂。太快了，下一个。我演前四个字是今天的一首诗，我们就演情境了啊。嗯，盲人摸象。前四个啊，这前四个。哎呦，倒了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杨迪答对了啊，真厉害，杨迪。这什么人？我是杨迪，天天录节目的杨迪。下一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字啊。咱俩一起演那个小的。你走。啊。这武大郎是吗？回来吧。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哦，少小离家老大回。哇，杨迪！我的妈呀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演技太出众了？那肯定是啊，一下就演到中心思想了，还得绕着点弯演。四个字，是我弄你呀、啊、你。弄。嫉恶如仇。指桑骂槐，不是指桑骂槐，感觉像你行你上，就是指使他去干嘛的那种意思。四个字。这是什么？哆嗦。他冷抖，他在外面冷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啥玩意儿？嘎脚。哦嘿呀，烫，还指压板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地儿？他这是什么地儿？他的奈何桥，是一座拱形的桥，一座座山，山，这是什么山？就是坐登山，好冷，这猜不准。他只是在演梁山，他是说那个山很凉。那梁山咋演啊？你把腾哥想得太有文化了。一辈子猜不出来，你想梁山啊？梁山。杨迪，你给我过来，你演个梁山来。非常的好，刚才那一段简直了，没有任何意见。这轮表演结束，获胜的是才子佳人队。好厉害！没事，因为有杨迪的缘故。该说不说，谢谢杨迪，谢谢杨迪，演得挺好，不好演，逼上梁山，我会回去好好学习的，这个表演。